忽而春风，岁月向荣，万物至节生长。春天的厦门到处是花的盛宴。有人说，错过秋风冬雪，便会迎来春天的樱花。如果你喜欢樱花，那么不要错过虎尾山樱花谷。从热门电视剧开端的取景地之一山海健康步道国际邮轮码头入口上山，粉色的广州樱带来的浪漫会让你如同置身世外桃源。不仅可以体验走进樱花谷以人如画，步行于山野以步以春天，还能在步道上享受与众不同的空中赏樱视角。如果你想感受莫奈油画中的世界，那么不要错过市中心的中文公园。小树林下的山坡有成片五彩缤纷的花朵随风摇曳，姹紫嫣红的虞美人如同大地之景般绚烂。而且现在这里的樱花也开始夹道绽放，很适合休闲漫步。如果你想避开人潮，感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么刚正式开放不久的马鞍湾代种公园，一定不会让你失望。足足有28个足球场大小的公园，可以让你在花丛中赏花看海两不误。这里的三角梅不仅色彩丰富，还品种多样，还有栩栩如生的动物造型，让人印象深刻。最美的是落日时分，花朵与海天都渲染上迷人的霞光，这样的春日美景越发让人沉醉。美好的事都将如期而至，愿世界平安，你我无恙。